怪，真累，真累。这就海参馆，那周围那个哪有这地图？没有这种地图。有的刚起飞，看得出来吗？那哦对，再往前一丢丢，你再又往前都没有了，一会儿都没有。大家都看到这个地上是啥东西吧？这都是虫哎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已经变成绿地毯了！哇塞，通通是虫！哎呀呀呀！今天这里是虫灾，七都虫灾啊！耳朵里都是。全是虫，哦，都是虫子，政府也不管一下的。现在是下午的12:37:36，刚才安检要求必须要给我安检的机器，我让他提供相关的材料，他说他出示不了，然后让我在这里等民警，现在已经等了一分钟了，民警还没有来。你刚才不是就请民警了吗？对吧？你刚才就已经在报警了呀，对吧？我也是把实际的情况录下来，好吗？对。而且这里的人员很奇怪，他跟他我说要他要报警，他刚才就说他要呼叫民警了，然后跟我说他要报警。将携带的物品上机安检，携带液体的乘客请配合检查物资以及后快速通过。你看他又拦下了一个，我们已经主动打开了包配合安检，但是就是不允许让我们不让我们进。对。你看同样的没有打开包的别人他就进了。对，你看，你好，对，视频不要拍好吗？我拍不拍是我的权利好吗？我拿我的手机拍全是我的权利好吗？你在正常影响我们的工作，你不要碰到我，你不要拍我。合规的，你拿出材料，你给我看到，你这里所有东西都是说请主动配合安检，我打开了包我也给他看了，我叫不主动配合吗？我主动配合，然后你说只有过机器才叫安检，那我行，可以过机器，你拿相关的材料给我，你根据你这个要求，我已经主动配合了，机安检才叫安检，你有这个，你代办这上面写了上机安检才叫安检，我肯定上机，你只是说主动配合安检，我打开了包给他看了，主动配合对吧？随身物品配合人工安检，我已经配合他人工安检了，我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谁带我已经配合你了，而且我也已经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们看了。
如果这样子不叫配合安检，那什么叫配合安检？只有上你们指定的机器才叫配合安检吗？那现在要求是要上机。什么叫要求？李碧霞的官派律师汪志雄律师，我昨天发的询问被屏蔽了，目前还没有收到你的回应。我今天发视频再问你一遍，你如何拿到的李碧霞的签名委托书？委托书是谁给你的？调查组人员还是检察官还是其他可以接触到李碧霞的人？刑诉法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。注意，仅仅是转达。你和李佩霞有没有签委托代理合同？如果不是跟李佩霞签合同，是和谁签的合同？你有没有收取代理李佩霞案的律师费？如果有收取，是谁向你支付的？我们家属没有向你支付费用。如果没有付费，你是否是法律援助律师？如果是，李佩霞有家属委托的律师，为何需要法援？李佩霞已经有两名家属委托的律师，在前两位律师没有解除的情况下，你如何成为李佩霞的第三名律师？你是否是万年县上黄乡政府的法律顾问？你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李佩霞？你是否会见过李佩霞？受何人安排？你们在公告里说我女儿涉嫌犯罪，也移送司法了。按照法律规定，我们家属可以请律师，为什么连我们请律师都不肯，非要安排一个官派律师？既然这样，你们还有法律干什么？你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